今天小编要来分享的明星是迪丽热巴。提起迪丽热巴，想必大家都十分的熟悉。现在的迪丽热巴荣获金鹰女神，并且主演了多部热播剧，但你知道吗？在2016年，迪丽热巴还曾演过一部都市励志剧，这部剧名叫《麻辣变形记》。在剧中，迪丽热巴饰演的关晓迪是一个叛逆少女，但正是这部剧，迪丽热巴认识了一个性格爽朗又十分热情的好朋友，他就是同组演员王阳，在这部剧中饰演崔天琪。通过这部剧，王阳和迪丽热巴也成为了闺蜜，两人的感情在娱乐圈中显得非常的珍贵，但王阳的演艺事业却不像热巴一样芝麻开花节节高。王阳在2015年年仅23岁就结婚了，她的老公名叫郭威，也是一名演员，但两人婚后却十分的幸福。正所谓娱乐圈的感情，受影响的因素太多了，但王阳和郭威结婚七年以来却非常的甜蜜，感情也越来越好。而迪丽热巴至今都是单身，也希望30岁的热巴能早日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。